今天来开始整理房间喽。听到超痛苦的，我想到我就觉得压力很大。房间留了留了留了，烦了。这些我好像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留。我不心动了，我不会穿，可是我很喜欢。那就卖掉给需要的人吧。不要，我要留。这需要的人，给会穿的人，让他发挥他最大的用处。可是这个，可是他是这个有没关系，我要，我可以直接粘穿。我觉得我头很晕，放在你房间四个字对我来说真的太痛苦，太难了。要有毅力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那我先休息。床下其实有很多宝贝，还有空瓶哎。应该不会有装过尿吧？对得准吗？你白痴哦！打针的，那个是我打针的棉花，把它丢掉，你把它丢到垃圾桶去。丢！你上次要我买是不是就是因为它不见了？欸、对对，他要我买了三盒，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吃这个，吃完一个月之后呢，发现下一个月的不见了，我赶快就要去买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OK OK， 可以哦。整理房间总是会有收获。开始整理房间喽！听到超痛苦的，我想到我就觉得压力很大。每次只要拍到你房间，网友就是。可是我习惯了，我知道他过不到几天，他又要又变成这样子。对，可是重点是，你们也是罪魁祸首，你说东西我乱放。我连今天会不会整理完都不知道。我来试试看。我觉得很因梦想而伟大。我觉得很累。我们今天就来怦然心动整理吧。怦然心动，可怦然心动这个是要浪漫的，不是说有个时间性。怦然心动它是一瞬间的，如果有那个瞬间就留，没有就丢。哦，那我不管，我就闭眼睛没有说要。图集妹妹房间，好可怕！要先拿个超级大垃圾袋来，不然我们会难收拾。今天在丢那么多东西。分享我们这个二手拍卖好不好？好啊。今天断舍离的东西其实都是我很喜欢的，我不想让它这样没了。就难过，我不要断。真的好累，真的只会用到这一小地方，这就是我平常睡觉的地方，我睡得很好，为什么要烦我？你是可以换单人床的，单人床那个命理不好，我就不相信堆成这样命理会好。我先休息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至少让你可以睡两个，可以让你翻身。这局我还好，喜欢缩在一起。真的假的？好酷哦！然后就滑手机，它不会动，控制就这样放，然后就睡着了。要先把你不想要的东西拿下来，这应该是第一步。放在你这里啊、哦？你想要什么呢？他说你其实可以试穿一下。这件也可以不要。你这有穿过吗？不要。还是你以后衣服用租的就好？不要。真的思考了。房间留了留了留了，烦了。这件我好像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留。我不心动了。好，这不要了。你可以穿过。可是这件你觉得不好看吗？有点老旧的。哦，不要。这件要，这件都要。这些衣服大概一件都多少钱？两三千哦。布料这么少，开始断舍离。其实这衣服不至于说用不到。那你为什么要丢掉？安全留下，不要整理。很累耶，我们的整理房间根本做不完，好吗？不是前几年我整理过房间，这房间是没救了。其实有男生买过这种房子，然后真的是有一些自动整理的。其实我跟你们讲吧，这件我觉得我是很想留，我不会穿，可是我很喜欢。那就卖掉给需要的人吧。不要，我要留。这需要的人，给会穿的人，让他发挥他最大的用处。可是这个，可是他是这个有吗？没关系，我要，我可以直接粘穿。这件不要了。你犹豫，不犹豫，赶快给我，赶快给我。这件不要了。加下阿公衬衫。你去死！还有阿公无知。其实我这件，这件啊，不要，那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好，这件不要。不，我这件要，这件要。不，我可以把这件拿掉。好，这件要，这件要。啊、这件不要好了。留一个睫毛。每个地方都蛮有好吗？回家那个脚底下有睫毛，我阿妈还捡起来说这是什么。垃圾袋停摆很久。对，有事有事，垃圾袋。哎、欸。哈哈，给我放下前面是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。我到长袖区了，这件感觉很热。哎，这件你不要？那就要啊！要要要！你要不会穿？不会穿呐！要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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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！
犹豫喽，拜拜。可是它是粉红色，淡粉红色。但我觉得它有年代了。好，不要了，休息。这我还没穿过哎，我觉得观众会喜欢。它是露背的，可以穿到了。就算天气很冷，你也不会穿这么厚的东西。好，滚吧。其实我再也不想买那么厚的衣服。那就拜拜喽。最近很多厂商喜欢，人家问别人。就杀了算了，这箱垃圾袋。其实丢的没有我想象这么多。这件其实很多女生很爱，可是我就不喜欢它。那就让别人买走吧。这件不要，这件应该会有人蛮喜欢。那件卖300。这件我刚好全新的，因为我只有不会穿。完成上层，就是下面短裙区。这条线到底要不要？好像太长哎、欸。好了，这样不适合我。丢。不要再说一些别人会想要的讲座，我觉得不会有人想要。啊，粉丝来买哦。这不要，这一整套不要，这不要。你觉得呢？你觉得他还会穿吗？是不是裙子也太长？他穿得到吗？邪恶的感觉。我看也不是很邪恶的感觉。不长了，不要。不成喜欢。不成剪一件外套。不要，不要。你剪了一件棉，我是疯了吗？我怎么那么长的、啊？都很宽的那种，就会显得胖子的脸。这些感觉都很久没动，有一点灰尘出来了，应该不是新的，只是买的没穿。穿怎么不行？不喜欢的，好吧，不要。这是我很喜欢的东西。运动是吗？飞这个是。有人会很喜欢。欸、那我要黄哥，你应该也用不到。好啦。哇，好多裤子！衣服环节结束，栗子坐在我们的门口。Hello， 好累哦，休息时间到。继续整理，时代做不到。现在在清那个沙发底下，对，就是开始在擤鼻涕了，有一点。哈啾。目前战况，鼻涕超多。这个其实是希腊风那什么。我现在眼睛超痒哎、欸，你会吗？我刚刚是出去一直打喷嚏。我平常整理东西的时候啊，睡觉的时候，那毛巾一直换嘛，因为我房间就是常常你睡不 OK 的话，你脸还是会发痒。进度在这，至少看到床了吧？只是床上还是有一些东西。那是化妆品而已，今天再处理掉这些化妆品。现在11点钟。所以你不整理房间在这里干嘛？我今天刚下飞机，我要睡觉，我先吃东西，我很饿，我不想整理了。我花过得好好的，干嘛一直整理啊？明天早上说。那就明天见喽。嗯。整理房间 Part Two。现在床有空间了耶，但你还是习惯睡左边。我根本不需要整理啊，反而显得好空虚哦。下面都还是垃圾，不是垃圾啊。你知道我们进来真的有在呼吸的感觉。我在看到这些东西，我觉得我头很晕。放在你房间四个字对我来说真的太痛苦太难了。要有毅力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那我先休息。床下其实有很多宝贝，不，还有空瓶哎。应该不会有装过尿吧？对得准吗？你白痴哦。打针的，那个是我打针的棉花，把它丢掉，你把它丢到垃圾桶去。丢。你上次要我买是不是就是因为它不见了？欸、对 对。他要我买了3盒，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吃这个，吃完一个月之后呢，发现下一个月的不见了，我赶快就要去买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OK OK， 可以哦。整理房间总是会有收获。晚点再说，我要先休息一下，这件事情会好好消耗大半天。好，休息。你觉得他会把房间整理干净吗？我不相信，小时候你都会丢他的东西。对啊，帮他整理啊，不要的东西都拿掉啊。结果乱丢，废弃的东西留着干嘛？那你以前都乱丢我东西，不会乱丢，没有用才会拿掉。全都丢掉了。哎呀，鬼扯！你又常丢我化妆品。我没有跟你丢过。你为什么不承认？不可能啊，你见到鬼了。昨天的10点，我终于起来，我还是很想睡。好，来吧，这可以丢了，用完就可以消失殆尽了。粉底液已经7年到现在，你看我那时候晒很黑的，色号7的很久。2019就过期了，对吧？对吧？拿掉一些毛，这就是很容易过敏的原因。这个是我小时候的眼盘。哇，古董，不舍得丢。如果是爸爸就把它丢了。哎呀，鬼扯！这个我用没有，它碎掉了，很久以前是古董。好，这可以丢了，这都是 nurse 的。其实你都没怎么用过，我都在收集啊，然后再带去。恭喜你，是买第一次要被用。你知道，真的很多小的这种，超可爱，不是很特别。连我都会想要买的，是不是？太可爱了，一看就会心情很好。你家收集 CD， 我收集这个。
很漂亮耶，知道第一代是长这样子，越来越美了。爱美的人才会收集眼影，不爱美的就不会收集眼影，就收集一些漫画啊什么XX的，漫画就帮你变美。有什么屁用？自己画一画就好了。你要不要过来给你看的东西？很多眼影盘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喜欢就好了。你敢开丢吗？哦，不敢了，现在没胆子了。我给你看，是 Kelly 的金卡达像她表妹的那个眼影盘，不是一堆。这里超爽的，她很XX啊，她XX翻了，超美。我觉得现在床上有点一发不可收拾。这三盘我都要，因为它很重啊，就出国的时候带它就是很XX，超痛苦。可是我都亲背，一定要亲自背这个新的高光超。你是不是完全不想处理它？我真的不想处理它哎！我这些棉花棒，我觉得我做不到。你刚眼影盘整理得很开心，天堂跟地狱。还是我们就整理眼影盘跟衣服？没有，赶快整理。做到有就已经是进步，你全部做完没有意义好吗？我快坏烂掉了，看它。哦，不行了，灰尘太多，这些全都不想要。全部吸在一起。这计划大概一年只能做一次。没有，不要做了。进步完成，休息一下吧。我们已经有进步了。休息够了吗？很累。回归正传，来整理鞋子。这双不要了，这双也不要。哦，我穿。下面这些这几双都不要，拿袋子装。好啦，堆完了，这样。然后再去拿几双新的。终于有位置了，可以回家。要前后放，因为它这样才有空间。好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今天整理大成功，全部整理干净了，整个就是通通都变得很棒了。今天状况我非常的满意，都非常好。有进步了，嗯，很好。只要有进步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。那你们觉得我们这次整理完打几分呢？你们下次还想看什么？我是不可能整理的。那个秘密揭晓，已经走不进去了。都在这儿。这边是他第一次收衣。这个就是失败的整理方式。